真不想再透过手写把暧昧肌肤的气味。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我的大哥和 mentor。你一介绍我啊。是咯，请到我的很好的 partner 和老师。不好朋友雷永德。Hello, hello, 大家好。想问讲什么我们你是主持人。是讲演唱会是。OK。对于所有 Candle Pop 的 knowledge 都是 Mark 给我的。即无论是监制啊、編曲作曲啊，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今次第哇第幾次啊？好多次啊，第六次，即係我嘅演唱會就係第六次咯。第六次嚟已經，但係我哋最記得就一定係第一個啦 ，One Good Show 啦。嗯，我記得嗰陣時就係你未出碟啦，未出碟就紅館開演唱會，就呢個係香港第一次。咁嗰次係好開心嘅，即係因為當時我記得 Paco 決定呢個 idea 啦，咁當時係好。都戰戰兢兢得唔得噶？我淨覺得黐線添。係啊，我都覺得黐線。咁但係佢成日做啲黐線嘢又做到噶嘛？係。嗰個係一個幾，我覺得係幾感動嘅嘢嚟。我覺得感動嘅原因係香港有個人係唱歌唱得好，啲人係會 buy 噶咯，就唔好理嗰個人形象係點，人哋識唔識佢。Please stand up。其實那個演唱會不易的，就是因為他沒什麼自己歌，他是我記得好像有隻好人，所以最難就是想那個 rundown， 因為你紅館做一個紅館的 show 至少唱三十多隻歌不易做的，但是又挺好玩的，好像做一個你們來看這個 show， 你們其實大家都不太認識他的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來取悅你們呢，所以那個是一個 很特別的 experience。你記得嗰時我差啲唔想做嘅，其實嗰時你有個鬥爭，成日自己同自己就鬥爭，就係應唔應該做幕前啊？係，我又唔係好樣啊，即係有啲自卑嘅。你又中意做音樂、玩音樂，但係咪應該出嚟唱歌呢？我梗係極力覺得你應該唱歌啦，因為你係唱到歌。但係你覺唔覺得係真係未出碟就？紅館話係嗰下，但係我驚㗎，我即係因為如果真係賣唔到，咁真係好大鑊㗎嘛！你一出嚟，人哋中意知道係會發生嘅。咁但係去到咁嘅程度咧，咁就真係阿 Paco 先精感，佢呢個 move 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咯。佢其中一個傑作嚟嘅呢個。嗰陣時其實我想出嚟做係都係為咗幕後嘅事業㗎，因為香港即係作曲啊，好講個名啊。咁我出嚟即係響下個朵咁樣，跟住翻轉頭。就會易賣啲，即係或者多年會揾我 produce 或者寫歌咯。因為嗰陣時我掙扎緊就係好多時我覺得我啲歌 OK 嘅嗰陣時，但係好多 producer 都唔要，或者好多唱片公司都唔要，因為佢唔知道我係邊個。咁啊，但係即係估唔到出嚟之後，轉咗一個彎咁樣行到而家。他反對就反對，亦都跟你愛下。猶如在大戰炮火裡，毫無懼色衝過去。誰狂怒？誰攔路？誰話我共誰不登台？